今天有学生报来了喜讯，为人师者大都乐见学生的成长和进步，我亦然。乘兴信步校园，正值蓝天白云好天气，远山近，骄阳媚。奥运赛场，海坨山顶，皑皑白雪，世纪校园，嫩芽鲜花竞相绽放。偶然瞥见树枝上学生的心愿，精神更加振奋。好一个意气风发的春天。生活的希望，青春的活力，年轻人的追求，被这美好的春光凸显放大，令我欢心振奋。自己虚弱的小身板儿，仿佛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，恢复了健康，恢复了活力，融进这美好的春天，和万物一起生机勃勃。